华茂镇站，在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内平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有去往地铁福茂镇站的乘客，请从此站下车。好消息，途途优选福利群来了，现在进群免费领特产，一小时配送到家，每周超低价秒杀至零元，快来途途优选薅羊毛吧，微信搜索途途优选公众号。年度聚会，年度聚会，2元5折继续卖，满减原现金券继续送，为了表现福州市民朋友们的厚爱，福建宏美翡翠和田浴场价值公检终结线延期至11月28号，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不再来，进入翡翠新一百一奖，全场2元5折，2元5折。乘客们，请戴好口罩。小三天哪，小后车厢移动，范围手扶好，请慢翻头，手伸出车外，上一站，可以进来，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内平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有去往地铁黄山站的乘客，请从此站下车。乘客们，请戴好口罩，小三天哪，往后车厢移动，戴完手扶好，请勿翻头，手伸出车外，下一站，福建省地质优越站。请给车二单座的乘客让座，谢谢。追踪各个方面的进行，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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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前方大战士，福建省地质医院站。那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内平稳，请勿走动，他们请当心，下车请等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端贴马，脑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车外，向一站、台下、站。请给车二单座的乘客让座，谢谢。前方大战士，台下站。那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内平稳，请勿走动。他们请当心，下车请等好。有去往地铁台下站的乘客，请从此站下车。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端贴马，往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车外，下一站城门三峰站。请给车二单座的乘客让座，谢谢。在国家工作组的指导下，大连市已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对潜在的疫情传播风险进行全面筛查。国家和辽宁省请一调集移动方舱和气膜方舱的检测力量和人员支持我市。我市现在日检测能力将达到46.8万管。此轮疫情当中，庄河是病例的主要集中区域。从11月5号开始，庄河已经实施了全域的封控，公共交通全部停运，对外交通全线封闭，居民区进行封闭管理，市民居家不外出。截至14号上午8点，庄河已累计转运集中隔离8911人。发布会对庄河大学城疫情情况进行了通报。11月7号出现阳性病例后，对大学城东西两个校区同步实施全面封控，同时每日组织专业力量对校园公共区域、宿舍的公共区域开展专业消杀2次以上。庄河大学城现有东西两个校区，共有学生14662人，调职员工984人。截至11月14日8时，已公布的确诊学生病例，主要分布在西校区的3号公寓 B 栋。目前确诊病例均已转入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记者从大连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11月14号8时，涉疫的3号公寓 A 栋、B 栋和7号公寓学生现已全部转运至隔离酒店集中管理，2栋公寓全部清空，共检测样本14315份，结果全部为阴性。再来看一下黑龙江的情况，昨天哈尔滨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但是城门三峰站，那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内平稳，请勿走动，他们请担心，下车请等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端贴马，往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翻头，手伸出车外，向一站、城门站。请给车二单座的乘客让座，谢谢。
前方大概是城门站，那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内平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有去往地铁城门站的乘客，请从此站下车。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沾黑马，脚在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沾头，手伸出穿戴，向一站，前景站。前景需要帮助的乘客慢坐，谢谢。前方大概是前景站，那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平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没有，会。应该三点左右会打电话，已经谁家三点左右打电话给你。哪里？乘客们，请戴好口罩。小心推拿，脚在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翻头，手伸出穿戴，下一站，三角城站。前点需要帮助的乘客慢坐，谢谢。前方大概是三角城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平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有去往地铁三角城站的乘客，请从此站下车。请勿将头，手伸出穿戴，下一站东风站。前点需要帮助的乘客慢坐，谢谢。前方大站是东风站，下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内平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沾黑马，往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沾头，手伸出穿戴，下一站。如雷亭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
将在站是如雷停站，那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停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有去往地铁如雷站的乘客，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尖贴马，往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钻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石鼓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石鼓站，那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停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尖贴马，往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钻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站边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站边站，在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停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尖贴马，往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三江路口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前方到站是三江路口站，那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停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尖贴马，往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钻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霞南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
的是霞南站，在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平稳，请勿走动，他们请担心，下车请等好。请勿走动，他们请担心，下车请等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把装贴码往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松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阵风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阵风站，在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平稳，请勿走动，他们请担心，下车请等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把装贴码往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祥清陵园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平稳，请勿走动，他们请担心，下车请等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扫张贴码往后车厢移动，坐稳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盼阳村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
与此同时，从全国范围来看，韩国重症患者人数又创出了新高。车位平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早上天冷，往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再一半上班站。请准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早上天冷，往后车厢移动，戴门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软骨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通过信息、讯息和语音三种途径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请勿走动，车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小心车牙，两道车厢移动，车门锁扶好，请勿关头，手伸出车外，下一站，站上，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站上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停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前方到站是千湖口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停稳，请勿走动，开门请搬箱，下车请等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沾贴马，往后车厢移动，坐稳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千口镇政府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沾贴马，往后车厢移动，坐稳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千口镇政府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前方到站是千口镇政府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停稳，请勿走动，开门请搬箱，下车请等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沾贴马，往后车厢移动，坐稳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武侯县人民医院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前方到站是武侯县人民医院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停稳，请勿走动，开门请搬箱，下车请等好。下车。前方到站是东南学校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准备后门下车，车位停稳，请勿走动，开门请搬箱，下车请等好。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沾贴马，往后车厢移动，坐稳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千口体育馆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
鲶鱼肉啊，如果是鲶鱼肉，鲶鱼肉一盘，这样的这样子，一盘来一盘，红烧盘，然后你到底感觉到底啥子状元家家都好些，我金大的全部都好，都好的地方，啊，前方站正是修头体育馆站，那下车的乘客请准备换门下车，车位停稳，请勿走动，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赶跑。乘客们请戴好口罩，脚张贴瓦，往后车厢移动，不能手扶好，请勿将头手伸出窗外。下一站，青口公家组站。站。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谢谢。请携带好随身物品，欢迎乘坐三十六。